捧哏的是在城市里的，那逗哏的就是一春炮，我们外号叫春炮后台，所以他就给那个红星尔克做代言，为什么呢？土逼 number one。 所以接下来就有请这两位演员，有请崔俊、陈岩龙为大家带来三国人物论，有请。哎，没错，您看这话怎么还整成这个样子了啊？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稀稀拉拉的掌声。刚才是一对神经病为大家带来的表演，哎，下台休息一下，是吗？把这口气咽了，啊，换上我们哥俩给各位演出，啊啊啊！一上台来啊，做一下自我介绍，应该我叫崔俊，外号春炮。崔俊啊，是这名字大家要记不住也就记不住，就记住春炮就行了。你有完没完呀？你都怎么说？您呢不能拿我开玩笑啊！因为我觉得啊，各位在后台演员里边，要是说比能耐、比智力、比学问，你呢，谁都比不了他。我呀，我搭档陈岩龙啊，青年相声演员当中的才俊，哇，那可以说是翘楚啊！哎呦，您太捧我了。虽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哎，你让我知道什么好事吗？翘楚，不知道什么意思说，那就是好了，那就好。哎，俊翘楚，读书读得多啊，是啊，了解得多。对对，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哪句啊？叫做胸有诗书意自华啊啊。就是说这个人呢读书读多了，对，知识掌握多了啊，在舞台上自然就展现出来了。您太捧我了，这句话就说我呢。啊，我本身没我事儿的，你都翘楚了你还想怎么着？那也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。那我怎么了？说吧，你要怎么着说我呀？我还得说你呢。说说说你啊。啊，古人云，嗯，见高人不可教别人失之，入宝穴不得空手而归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您给我解释解释。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，我就说出来不明白。您问我想说什么？我给你解释解释啊。就是说你看见我了，我跟你比啊，我就是高人。差不多高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不是升高，就是说呀，我啊有学问，就跟各位比啊，不敢说有多高，那比你有能耐啊，所以我跟你比就是高人啊，您高人。哎，你看见我了，不能教别人失职，不能这么晃过去。那哪一顿呗？你这么讲话，那怎么着得啊？你向我请教，我教你点儿才行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说我看着您得向您请教点知识。没错啊。您看，要不是有学问，能这一套一套看啊？哎，那肯定是经常看书啊。对呀，开卷有益嘛，就爱看书，看一嘴的词儿，还开卷有益。嗯，那我要是有一些知识不懂，能向您问问吗？您可以问问，请教一些啊。我是有这么一本书啊，哪本书特别喜欢啊？哪本？叫《三哥演义》。都看过是吧？我看没看过。啊，你看，这都告诉你了，再说一遍。三国演义。对的，哎呦，那我多抢二舅。三国演义是吧？三国演义，这三国演义我要是不懂，向您请教一下，没问题吧？啊，你说三国演义有不懂啊？这我不明白。那太没问题了吧？那行，今天我也沾沾大家的光，我请教您一下啊。您说，就是三国演义这书里边啊。嗯，有多少人儿？多少人？您问这问题不对啊！多少人像话吗？您啊，得问这《三国演义》整本书里边有多少人物，有多少主要人物，多少次要人物？我哪说得了这话呀？我这么问，这人话我不会说。就是这个三，这么问是吧？啊！《三国演义》里边，有多少人物啊？人物有多少啊？有多少人物是吧？告诉你啊，记住了。那您说说《三国演义》整部书里边，有名有姓有字的，有名有姓没字的，有名没姓的，有姓没名的，加一块准确的数字多少？
1247人。哎呀，这要不读透了三国，这怎么知道那么准确的数字？咱研究过呀，1247，我也背不下来。我问你啊，那么多人呢，那谁能力最大？别忙着问我，我不了解问题。你要说你这个水平啊，不应该跟我讨论三国了，是不太浅显了，是吧？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。谁呀？诸葛亮应该最大。诸葛亮。诸葛亮，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。诸葛亮，那么多名字呢？好多名字了，又诸葛又明亮的，就诸葛亮。诸葛亮，哎，对，哦，诸葛亮，那他有什么能耐呀？诸葛亮有什么能耐？那您给我说说。那他有能耐了啊！他是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中知人和，飞出茅庐，先定三分天下。真可说是绝，真可说是啊！谁啊？忘了。讨厌吗？说皇叔三不知情的，哎，初出茅庐，三把大火，火烧新野，火烧国王，火烧赤壁，烧的曹操是望风虎窜铁屑，命丧江南，官拜五乡侯，有雅俗之名。诸葛亮最有能耐，容易吗？这背的不易。我真不问您，我都不会这段。啊，是啊，这这么着吧，我今天真是沾着大家的光。我要不跟您聊天，我能知道诸葛亮都有什么的啊？知道了，那套词儿，哎，我也不会。一会儿您给我写，一会儿我一写，我记着，我也背，咱俩一块儿背。这么臭不要脸的啊！诸葛亮最有能耐是吧？太谢谢您了，客气了。您演出，看啊，不打扰您，没问题。他这是接着演出啊，那还没有啊？啊，不对吧？不对干嘛呀？诸葛亮不有能耐是吗？你还抱这个有怀疑的态度是吗？啊，不是怀疑，咱们大家一块儿探讨嘛。啊，探讨。三国里边有这么个回目啊？哪回呀？六出祁山。啊，这有。诸葛亮带着千军万马六出祁山啊，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。不是。他有能耐，怎么给打回来了啊？最可惜的到最后啊，五丈原被严闯灭七星灯，诸葛亮一看油灯倒了，当时game over 啊！你说油灯倒了就完了，他们家有停电呢啊，全家都没了。照诸葛亮能耐最大，我这说话根本就不负责任，我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啊，您呀，您误会了。我说诸葛亮有能耐啊，但没说他最厉害。那谁最有能耐呀？司马懿最有能耐呀。那我不明白了啊！您说司马懿有能耐，提诸葛亮干嘛呀？您怎么了？哎，你说没有这平原，他不见高山呢。啊，我要想说司马懿有能耐，就先说诸葛亮趁着他。哦，合着这个诸葛亮是这个参照物。啊，还有初中物理的事儿。那您说司马懿有能耐啊？司马懿，对这老太太了不起。太太了，男的，一马一马，名字叫父姓司马，单字名仪，叫这名儿。啊，司马懿就有了。哎，对，哎，那个大晋朝他们家的吧？晋朝。哦，大晋朝他们家的。这没错啊，这叫司马氏家天下，一朝的人王地主，有多大能耐？这么有能耐的，哎呦，太谢谢你！今天要不是沾大家的光，我能知道司马懿有能耐？嗨，谢谢您，算您演出，那好，不打扰您了。来，接着演出。不对吧？你又怎么了？《三国演义》还有一个回目啊，叫《空城计》。有啊。司马懿带着司马师、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西城，是啊，诸葛亮无将可派啊，令人四门大开。诸葛亮到了西城一看，坏了，他这西城打不了，怎么了？跟宣武区合并了。哎，你说这怎么打
拿你打去就拿事儿。我我去的事儿，没有没有那事儿，不是北京的，不是那个。司马懿到了，南管营一看啊，嚯，高科技，四门都开了啊。是啊，哎，诸位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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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老辛苦。哎呀，哎，你这个西城啊是空城也罢，实城也罢，我司马懿不上你的当，诸葛亮，拜拜。哦啊，走到半道上呢，啊，接了一条微信。微信？微信怎么回事？就是特别微小的一封信。啊，上面写着：啊啊，马将军是西城，确实是空城。啊，愿您辅佐西城，助您马到成功。呵呵。好，走走。到门口一看，坏了，又打不了，又打不了啊！赵子龙立马横枪等着司马懿。赵云回来了，哟，赵子龙，赵云，哎呦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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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那么和气，哎呦，你说你又叫赵云，又叫赵子龙，你一人俩名字，那么有意思呀！啊，帮你的吧，拜拜。赵总啊，这家有什么有能耐呀？啊，赵云一个人，他千军万马打不过吗？我怎么敢打呀？他怎么见赵云就跑啊？这叫什么司马懿有能耐呀？您误会了，我说司马懿有能耐啊，没说他最有能耐。谁最有能耐？赵云最有能耐。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？您怎么了？啊，没有这平原不见高山呢。我要说赵云有能耐，就你先说司马懿，咱给司马懿抻着他呀。那这司马懿就是参照物，这参照物又来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赵云有能耐啊。对呀，啊，赵云有什么能耐？啊，赵云太多啊，姓赵，名公子楼啊，号称常胜将军啊，只因长坂关一场鏖战，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。别背了，我知道你这段。哎，我背下来了。行了，我知道。还厚脸是吗？啊，对呀，多好啊！诸位您听听啊，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，啊，两提赵云就是九阿斗，露脸就跟这儿啊，这儿最现眼了。这啊啊，哪现眼了？这儿赵云是七进七出，对呀，啊，但没有徐庶那句话，他活得了吗？那这样吧，那徐庶跟曹操说了啊，曹操，你要是想要活的，别要死的。你要死了，拿着家臭了。臭了，是吧？啊，就跟这个玩意儿死没用。所以说，曹操才不让一兵一将伤赵云一根毫毛。哦，打个七进七出，好容易到了当阳桥收费站了。哦，收费是什么？那叫什么？到哪儿了？收费站。收费站人，收费站怎么到当阳桥了？对对，当阳桥呢？张飞那儿等着呢。高叫司令，徐金荒某家在此料也无妨。啊，是啊。你有一匹贼从这儿走，还是收费站？得了。不是，这叫赵云有什么能耐啊？我怎么你有能耐？那跟那个曹操千军万马拼去哦，那拽着胳膊脚棍子，哇，这叫死了那就啊！那有能耐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呢？为什么让张飞断后？您误会了啊！啊，我说赵云有能耐，不是最有能耐啊，张飞最有能耐。那你说我干嘛呀？您怎么了？没有平原不见高山呢。我要说张飞有能耐，就得先说赵云给他趁着点啊。那个赵云就是这个参照物，都会了。按我的词儿，叫张飞有能耐，张飞有能耐。那虎牢关三英战吕布，刘关张仨人揍人吕布一个人，还没打过。张飞有能耐，那就吕布最有能耐。白文楼让曹操给宰了，曹操最有能耐。华容道见关羽就跑，关羽最有能耐呗。谁最有能耐呀？啊，就关羽最有能耐。还有就关，不是关关关二爷，忠义千秋，定主一人，这就关云长最有能耐。我能让你给我问住了吗？啊啊！关羽就关羽，关羽最有能耐。对了，还忠义千秋，更主一人。对，就是。那他干嘛丢郭亮去？诸葛亮最有能耐，打过司马懿。司马懿最有能耐，见赵云就跑。赵云，我怎么又绕回来了？这不，你到我脑了。台下说的，我重复一下。不是，说谁最有能耐？罗贯中。不是，我知道了。你最有能耐。啊，你最有能耐。
不断的在看。我有什么能耐呀？你给我问住了呀！我哑口无言了。你这有能耐？我没有。哎，过来。哎，你服不是，问一个啊，刚问我这事儿，您知道吗？哦，你知道我问你干嘛呀？合着你知道？知道。行行，啊，说，说说，说说，说说呀，说说。生气了？废话，你招的。干嘛呀？抬杠小能耐是吧？跟家拿本三国，嘎嘎嘎翻，拿本记着，都记好了啊，都研究明白了。好的，难为我们了。看我见人你高兴，咱俩一场说相声，互相帮衬着点。干嘛拆我台？你美了？你不知道？你说说说。哎，我还想问问你呢。啊？哎，你上学的时候有老师吗？都有啊。你跟你老师也这么说话？啊？老师，这题你会啊？错错错错错！不是你，你客气客气点啊！你给我鞠个躬啊！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，还得鞠躬。别说在台上了，大半边问个道儿也鞠个躬啊！啊，老夏问一下，监狱怎么走啊？受教育的，鞠躬，真是，给他鞠躬啊！来。我说我人家是分工的吗？七分十呢，这有好词没有？那你鞠躬有度数啊？多少度啊？360度。翻过来了，哎，你打滚，你别打滚，不像话。这个到不了程度，你得心里动，过度数就行了。我给你鞠躬，哥，哥，你给谁鞠躬啊？我给你鞠躬啊，看着我点儿啊，还得看着你，瞪我干嘛呀？不是你这，你到底怎么着啊？你这个死面，你是死面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是你得乐着点啊，我鞠躬还得乐着。废话。各位，谁能来谁站这儿，有你有我啊？你打灯了吧？不是什么意思？会乐吗？怎么乐呀？乐都不会把这教你。真麻烦，你得似乐似不乐，似想乐不得想乐，要乐没乐出来，乐不是在肉皮里含着，左眼睛睁右眼睛闭，左眼睛睁含情脉脉，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掉十一个泪，泛眼泪，乐，怎么我乐不出来我？哎，你看臭泪，你整成豆皮儿，学学，规规矩矩鞠个躬就完了，规规矩矩鞠一躬，鞠躬吧，嗯，我给你鞠躬。干嘛给我鞠躬呢？你小能耐，我有什么能耐呀？你会尿炕？尿炕上？废话，我这里有东西问我什么呀？我不就问你，三国演义里边谁能耐最大吗？哎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出我之口，入你之耳，牢牢地把它记忆在脑海之中。好比说有一天三五知己坐在一起是边说边聊，有一位突然站起来了，哎，不是各位都看过三国、哦、那么多人我谁能最大？谁呀、啊、问题已经提出，众位哑口无言、哦、这个时候我要您站起来、哦、汤汤汤汤把我传授给您知识公之一众、哦、各位一听暗有大志，大的话都说相声演员那都是他们他是真有能耐，真有才华，他知道三国演义里谁能耐最大。谁呀？孙悟空嘛，孙悟空。